咱的中式来熟悉着咱旧的记忆，也就是咱的宝岛饭店啦哈。那透过着伊的这个而且非常特别的设计，而且呢透过着咱贵宾啊，这狮子林戏院的主要车体，会使看到咱无同款这特色的这个表现啦哈。把很多电影角色都带进来了，刚刚万圣节感觉哈。那我来各位，那这边画面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欢迎表演。加税加税后，来，再来是我们的社会组的第14组。